Iki我们已经降落在河内内排国际机场了。在系紧安全带的灯号未熄灭前，请您留在座位上。下机时请记得您的行李。机场局全体组员在此非常感谢大家搭乘星空联盟成员长荣航空的班机，祝各位万事如意。450万代表台币，使用只能使用的那个15年。现在啊，买的是那牌啊，在成台进口了。对，我要问。
们已经到餐厅啊，这样子哈，今天我们是晚餐，那我们就分四桌。四桌的话，28个人的话，就是几个人一桌？七个人，七，对，刚好七个人一桌，好不好？南下龙湾，下龙湾。过来，左手边转到前面，就是开转后面就是关了，对，小小这个地方 ，OK。然后呢，也是我现在先把薪水发给各位，好不好？打招呼完以后先把薪水发给各位了。薪水啦，一直等月这边会有大概650公里长，大概650公里长，好不好？从华山桥州，刚刚各位坐飞机上面往下看，河内有一点像一个半岛，就是红河把河内围起来，包起来。我们
有个名字叫河内。经过红河的话，那我们河里面经过红河，经过这条桥，河里面就叫河内，好不好？河里面叫河内，如果是河外面呢？啊，内，那我们叫河外。你这样嘛，跟我们讲讲讲，看来你并不清楚。那么行程就是在今天还没有走河内的首都的景点啊、今天我们吃饭完以后，然后传统的游戏将留到现在，越南的交通警察还有打游戏将就是躲在树上，坐在树上，是真的。小杨真的不会开玩笑，我会告诉各位，各位会亲眼看到越南交通警察是坐在树上的。要不要？有没有奖品？小心站来对那出现小杨很自豪来跟他讲，世界上唯一只有一个国家，就是我们越南国家能打败美国。有没有听过？哦，没有听过。越战的时候呢？有没有听过越南越战呢？对不对？就是美国殖民地在越南的南越，然后选越南南越有一个人就叫阮文绍，当南越那里的总统，属于是美国手上，他那个人属于是美国人的手上，好不好？然后越南北越这边越共把美国赶走，美国统治越南的南越时间大概20年了、我们在1975年就把美国赶走，对不对？那有听过了没？刚刚大哥讲什么？有越战的打什么战啊？游击战。属于是那个传统打的游击战，越南才能把美国法国赶走，法国统治于越南时间大概100年，好不好？国际机场啊，不是它的名字呢，它的名字就叫河内浪漫机场，浪就是很浪的一个国际机场，对不对？慢就是过海关跟等行李等得很慢，又浪又慢呢，我们就叫浪漫机场，了解过了哈，知道明白了哈。OK， 今天第一天我们从浪漫机场到河内市区里面吃的中午饭，好不好？那我们坐这从机场到餐厅时间大概40分钟左右。
大概四十分钟左右，距离呢大概40公里。越南这边40公里坐车那么快，四十分钟，对不对？因为是我们跟小杨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哈，这一条路呢，从机场到河内市区里面算我们越南，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半小时才到下龙湾，这样子也是我们这几天的行程。今天呢，第一天示范完以后，好像是我看一下行程，多种的牛肉、鸡肉、鸭肉、猪肉也有，对不对？但是越南这边酸的最好吃的河粉就是牛肉河粉，但是牛肉那个还没有熟的，提早煮熟的牛肉就不好吃，很硬的。牛肉的话，我们放在一个菜板上面，用那个刀子嘛来剪细细细细小小细细小小，放在一碗河粉里面，然后加汤。那个汤的话就是热汤，好不好？放进去里面30秒到1分钟，牛肉就会熟了。啊，这样子吃的话，牛肉河粉才会酸的比较好吃，最好吃的生的牛肉河粉，好不好？OK， 谈到我们越南的饮食，也是今天中午各位有吃越南的春卷，好不好吃？好吃。没有包肉啊？就是那个生春卷，生的春卷，有那种加春卷加油的那种春卷，里面有包肉，也是算比较好吃的。就是越南的饮食，好吃的话出名的有牛肉、河粉跟春卷，算的比较好吃，好不好？好，来，最慢的60，最快的达到100，有100啊，有180，最慢的60了。这一条有没有达到台湾那边的快速单路啊？有没有？没有达到台湾的快速单路啊？有，但是我们有看到标志，就是高速公路的标志，世界上标志都一样。第三的，对不对？还有第四，台湾的高速公路上面有没有斑马线？再没有啊！为什么那么落后？斑马线也没有。简单画一个斑马线给人家走路过来过去的就不画，所以才会抢得台湾的那么落后，比越南这边落后啊。高速公路，你骗啦！红绿灯的高速公路应该是没有，太落后。台湾有没有红绿灯？没有，这有一个更落后。等一下我们前面可能是有看到红绿灯了。结束这一条高速公路大概60公里，50到60公里，那我们就开始走的高速路。对，所以那180公里才会走那么慢。高速路的话就是双行道啊，如果是塞车的话，哎 my god， 或者发生那个什么车祸，马上会有塞车，塞的1-2个小时左右。所以就难。好不好 ？OK， 来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空调开个空调好不好？所有过年，对不对？也有算年初1、2、3、4、5、6一样。过年完以后到什么节日？正月15号，元宵节，然后到清明节，然后到端午节，然后到中元节，然后再到中秋节。是不是台湾过什么节日，越南也是过什么节日，同一天。鬼节到7月份呢，同一天可以。越南有过2个大节日，台湾没有过。第一就是每个国家的算阳历都会有自己的国庆日嘛，对不对？台湾10月10号，越南9月2号。好，然后台湾，请问一下，台湾有没有过什么节日在2月3号了？2月3号没有过。2月2号。2月2号什么节？什么行程在主持啊？高速公路了，也是算越南的高速公路。等一下前面各位会有看到，世界上标志的高速公路都一样。但是呢，如果是谈到这个越南国家哈，比台湾那边的落后，属于是台湾的几十年代，是真的。
这几天会有慢慢看出来越南这边的比台湾那边的落后是属于是90年代，好不好？但是呢，谈到落后国家，什么方面都跟不上台湾，都比不上台湾，好不好？但是有个方面就是高速公路应该是比台湾进步一点，对，真的比台湾那边的进步了。请问一下各位，台湾那边摩托车能不能上高速公路？不能啊，但是那我们越南的高速摩托车可以上啊，是不是比台湾进步？比台湾进步，给个赞，赞，赞。第二的话，哈，台湾每次都会想上客运车，想上客运车的话，在哪里上客运车？社山、休息站，对不对？我们不用那么麻烦，直接在路边等车就行了。对啊，方便。那客运车的前面车头前面，它会写一个牌子，就写的目的地。放一个牌子就写目的地，比如说今天我们去下龙湾，它就写下龙湾。站在路边的人想去下龙湾，看到下龙湾马上要招手招车。那时候呢，车子马上开的80公里，大概80公里嘛，对不对？马上停下来转个弯，接客人上车下车，花了10秒，很快的，很方便的，10秒上下车，是不是比台湾进步？对，会省的时间。在中店吃饭，哦，这这唔算是真正在个土架，对吧？这是真正土架。这是土，这是土架。你这唔是纯海鱼呢？这条龙都是土架的呢，啊。你在讲啊？哪只啊？这里啦。哦，那只狗哦。
练臂撕过了，人家到。来到下龙湾，对啊，北二啦，北二下龙湾哈，北二下龙湾，海上桂林，海上桂林，这咯，桂林较爱行啦，啊，伊有一天是咱感觉迄是人造的，伊这吼按行程安尼较好，较真，目前真较好。先红新娘敬酒，这阮长的来，这李处长姓陈，哎，李处长姓陈。你是六十单啊？好啊，你啊！
有机会啦，今天输明仔再都赢。
想想来了，来了，还在做什么钞票吧？Thank you.
我无笑哦。
背先唱啊。先唱先唱，唱不好了，唱跟那个这位大哥，应该会喜欢他的，我张凯旋啊。一定听过，年轻时候用这种比较爱的手机。有困难我们彼此要努力，有快乐要珍惜，是人生的外面的爱的路上记得我和你。赞你莫搞老贵啦！你若招林俊哦，你绝对无飞啦！阿伯，阿伯，归期哈。
随时我来叫叫改。啊，咱完了就，你那都，等下完了用，可能就来紧。啊，你咱买找别人，安尼可能就袂用。啊，那咱都共同公司办，哎呀，对调得，哎呀，啊，等下是这样，哎呀，不是你，你是我们公司规定的，不能喝酒。我们不会跟公司讲啊。准派去啦，我嘛准来，啊规定一只咧，我这，一只作乐啦，咩啊？啊！火火来了，火火来了！苦中作乐哦，苦中作乐。这个在顶个做一次无？在船顶啊？会再做一次无？嘿嘿，你嘛有这有没有？顶个做一次无？耶！苦中作乐啊！哈哈哈哈哈！苦中作乐啊！哦，啊，这准派去用。换，是我们的。我们要换一另外一条船，是我们的。因为这一条船坏掉，我们在这里只有苦中作乐。好，现在要换另外一条船。我们现在换另外一条船。上个先讲个苦中作乐，吼、哦，这闽南话在旅游吼，就是有这个好处，大家拢爱亲像安尼，哈哈哈哈哈，苦中作乐啦。你的酒，我坐那边哦。啊？你的酒挂掉，你讲啥我知啦，啉掉啦。爸爸有挂无？爸爸有。这人嘛是要开心龙个心啦。我们是高哥啊。对吧？
来谢龙，我们哈苦中作乐，这摆吼上个成功啦。哎，对没？实在吼、哦，不简单。送了，不简单。啊，前天练出来啊，练出来。今天出来踢球。无啊。哈哈哈哈哈。这台哎，安奈，我那边上有出房啊呀？无啦，安奈海杰会行，伊发一地安尼啊，哈，发一地安尼啊。无啊，啥啦？海杰会行。伊碰不翻呀？哦，哎，伊个也关系翻。好，伊发一地啊，停一地，发一地啊，停一地，安走。对啊，啊，结果咱是直接苦中作乐，你知无？啊，佫做啊真成功嘞。哎呦，啊，有影去，哎，有影去。有影气温，有影吼，呼了袂歹啦吼。哎呀，哎呀，啊，大家搁会舞呢。哈哈哈！啊，这个，喂，人生就是安尼啦吼。一线天嘞，一线天。哎，刷到你啊！真的哦，嗯，刷到，真的，一线天了。哎，我唔知啊。唔搞啦，唔惊搞，直接哦，真的哦。哎呀，哎，面顶黑康黑啊。我介绍啊，啊，我介绍啊。不介绍啊！来，下表演的质量，那今天要搁笑下袂对啦。哈哈，一线节目。哈哈哈哈哈！特色哎呀，啊，够生个起来嘞！啊，迄个，大家吼气氛好，你知无？阿妹大家。
是不是换另外一只来给我们载？现在要回程，在中间。
韩小洲带动，伊这个船顶苦中作乐，来一只的真尔，吼、哦，正讲做船都歹去啊，阿妈无法度行，所以伊就在遮苦中作乐，唔知影讲这效果才好，每一个人拢是人才啦，吼、哦。啊，一只的真尔，变作讲，虽然无咱的船无法度走，但是开起就只开一个，哦，咱这个食饭活动会，啊，唔知道每一个人都如何拢是人才啦，哦，啊，一只所以讲都。有时阵是安尼啦，旅游袂当掉的，这个景点实在是真多啦。咱嘛唔知影讲这只船会结出故障，结果会真正出故障。我这个海面中飞机都我只晚餐来吃，啊唔知影讲这气氛哪会去变这好着，因为大家。讲唔知要安怎样先飞去，都要办一个活动会，嘛唔是讲咱活动会，啊，就自然就会变安尼咧，吼、哦。讲即次来讲的是也是，哦，咱这个汽车工会，或者办这个活动，苦中作乐啦，唔知讲说这效果会变成，我咧大家每一个人感觉气氛都敢那袂歹哦，啊，谢谢。哎呦嘞，哎呦嘞，哎呦！到底哦？对啊，太赞了！嘞，哎呦！你莫徛嘞，我停下机吧。哎，我来看有人在加机无？哈哈哈！你报无你后边，无人在，无人在插你，无人在。哈哈哈！有人在加机无？咱真辛苦的，迄个船长的、船长的这个船房，办好阮食的，好在工作人员非常辛苦啦。
啊，谢谢。有看到了吗？有啊。上了，上了，谢安了。谢人，谢人，谢人，人的人。好了。卡早拢无安尼讲，卡早拢无安尼讲。来，过来，照过来。秦子长江头，江水向东流，只见江水不见人，只见君凭栏守。我要划着小舟到那长江头，秦子悠悠多少愁，江水悠悠江多少愁，江水悠悠。嗨，哦，没办法，我只穿这，然后意大利的蓝洞，到有到，插洞哦。今仔日大家幸福拢无济，拢全身跳落去爱河千万千，头只花一片。震动震动，我这里有像普吉岛那里哦。我觉得很像那个。在这里谈恋爱就好了。我也走了，走了，走了。听歌对唱啊，唱下去就好了。江水向东流，只见江水不见君，不见君多难受。我要划着小舟到那长江头。哎，没有拍手。这里稍等我，如果下岗，我再拿出来，我去买两票的那个转票，好不好？还没急。哥，我坐下了。漂亮，漂亮。有凉吗？你个龙骨灯吗？有吧。天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双如山啊啊啊啊啊啊！阿里山的姑娘美，安奈无你唱啊？我们也没
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啊！摇啊摇！摇啊摇！水深期待，我们准备下船。中鲁石洞。这是要来中鲁石洞的入口，啊，这爱检票，检票。他说有没有坐轿？中鲁石洞。中鲁石洞，在北角。
不知道。够不要？还没有。够不要？够不要？我要进。最小木船。够不要？没有糖果就把钱给他吃，没有钱，他会自己买，他会自己去买。大哥，大哥，大哥，你用台币都行啊，台币。拜拜，好吧，再见。哎，那今天里面看金刚哦。看金刚。金刚来只爬，金刚来只爬哈。没来啦，零零七的啦，零零七是到那边去了到，这么这是金刚爬。哎哎，对对对。是害你，你跑就跑啊！快走嘛！我喊你，我喊你，秀姐有问题，我喊姐有问题。哎，转过来，转过来，快点嘞！快点，快点！又来了，你干什么出来？去那落去了。天哪，我看安那落来没？没得往那个石头缝里头看。不用撩，不用撩，千万不能撩。Let's go beat the cro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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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个。先过去小过去那边等我先。这是要翕全部，翕你们。好，来，一二三，耶！好，水，水，阿弟，阿弟，伊用地用正方。起来，这后边这叫毛毛出来，伊叫螺丝。你讲咩？你别讲。我来第一遍认错出来，第二遍你就该来啦。谁啊？他不在，这叫落水。地方，但是呢，他生活不是在这里，也是要转到外面去。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行程上面就打的就是我们也是在外围的参观。所以呢，所有外国光客或者越南当地人只能站在外面的参观拍照而已。啊，那我们就不能走进去里面。所以想走进去里面，要等到五年后下一任主席他性格像我这么大方，才能接各位走进去里面的参观，好不好？啊，要五年后，啊，不好意思，四年后，因为是这一任主席已经当一年，每一任五年嘛。还有四年后，如果是小杨当越南国当主席，已经能接各位走进去里面的参观，好不好？那现在来要拍照。走过去那边再逛一下，那个地方他住的一个地方。哦，这张手啊，手巾，他在家，这个手巾啦。嗯，有，有。水的东西，我洗出来了。安尼啊？哎，特殊哦。太厉害啊！哎呀，哦。哦。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看那些下面的。啊，就下面的这个树干的，好。专门这这样的树林，真的好多人都去参观，这么多年。他这鱼大块。妈妈，安可，安可，安可。阿伯，你是什么？你是鱼啊？啊，你是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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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卖偌济？我是大车司机，我是用车，你讲好，我惊死人。这个个惊死人，这应该要几回吧？几回啊？几回的？几回？应该到到国庆的时候，几号？几日？国庆的，那种五个国庆的。车车车车好大呀！我都爱听。
较亮的红色。我的落啦。来，你徛过这边。哎，嘿，你徛过这边。好。OK， 刚刚报告一下，那我们吃饭完以后，应该也是大概快到两点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去哪里？八亭广场，好不好？我们到八亭广场，然后我们就到三十六条五街，好不好？八亭广场这个地方，八就是八亭的八，亭就是八亭的亭，我们就叫八亭广场。建湖那里也可以用这个拍，没问题。他们看不懂啊，有以为是照烂照，好不好？照烂来照。哎，过来过来过来，天哥要欣赏啊嘿。你照烂来照。来来。来来来，个人的意愿。不对，然后法法国完全赶走的时候，他才会当越南国家主席，也是那个选那个法国总督府，就是变成越南的主席府。然后他住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叫胡志明故居。胡志明故居有分开两个地方，在我们前面这里，第一个地方就叫五十四号房，代表越南的五十四个民族连在一起，表示团结。离开有第二的话，就是代表在1954年越南把法国完全赶走。五十四号房的话，不是我们的国父胡志明他要住的啊。他住的话，只有在我们前面的有三个房间：卧室、餐厅跟办公室。卧室的话，等一下我们走过去那边，他使用睡觉的一张床就是单人床，因为是他为了越南人的做贡献，免费修的，没有学问，也没有后代，好不好？等一下我们走过去那边参观。然后在左手边会看到有。自己拿，或者是什么肉都自己拿回来。然后 barbecue 烧烤一个地方啊，他们就有烧，他们就有烧烤的一个地方。然后那里有厨师已经把东西烧好了，然后我们自己去那边拿，好不好 ？OK。然后我们越南现在自助餐里面就没有含饮料，对，跟台湾那边有差别，就是让客人吃到饱，不是喝到饱，对，没有含饮料。没有含饮料哈，所以呢，等一下哈，里面也会有安排水给我们喝，或者各位有矿泉水也可以带进去。酒的话，酒不要公开。中张船啊，那里底有四张球啊，它包到一张。我都不看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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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咱咱咱叫小杨龙去给咱吹啦。我也伊唔知影咱要讲啥。你去偏无好吹啦。现在可能还有好卖啊嘛。是啊。现在起来啊。无啦，咱早去伊个抓抓。你讲咱早抓抓，你讲我好多个后徛这边，后徛那边的，到底是安那？彩虹顶，有亲，都呀都你有亲，好像两脚林，是同路生。啊，你无咧唱，你咧？你咩听你咧？有著十万块啊！吴志明，你咩吃？咩好吃？哎，啊。我吃啦。来口腾开就好了啦。然后就吃到后面几个人吃啊。对。上来哦。胡志明纪念馆。我就在
呀，就是用咱平常个，哎，对啊，伊来特别，咱漳溪沙滩个，去到咱们行桥过去到遐。嗯。哎呀。右手边呢有个人呢一直坐这里干嘛神经病呢每天都坐在这里，有拿着杀虫剂的，对。你想一想，对不对？那不是，那当然啦、啊，不然他教的那个功夫啊，他穿的功夫啊，啊，他公开了我坐这里啊，那这样就是什么？看到了没有啊？每天都一直坐那里干嘛？不是神经病的话，要坐那里。下龙湾较水啦，嘿啦。无啊啊，这是什么船啊？这火车哦。沙洲啊船。哦。小羊11点、10点半，那我们大屿饭店就是我们今天跟明天住的在那边的，对。然后在我们住的饭店的隔壁有韩国盖的那个乐天一个。就是部队，哎，都是军人的。如果是穿的颜色，越南这边使用的车子也有分三种颜色，比如是白色、白底黑色，啊，就是四人使用的车子。啊，如果是贵有看到蓝色的话就是政府机关，啊，还有那个什么红色就是军装，啊，军队使用的车子就是红颜色的。好像我们经过这个地方，前面有一条桥，每一天呢，哈，带团到那里去走来走去，都有看到一个人骑摩托车跑到那个桥上坐。今天不知道有没有谁来桥上啊？啊，就是属于去台湾70年代。哎，那有没有去过哪个国家？像越南这边都这么多哈，有交通警察躲在路边，有没有？泰国、大陆有没有？缅甸。啊，柬埔寨也会有，对不对？因为是我们是落后嘛，没有像台湾的那么发达，其实都是躲在路边而已。那各位去柬埔寨有没有？柬埔寨的话有没有在柬埔寨那边吃的亚彩蛋呢？有吗？也有。啊，东南亚大部分这边都会有吃。有啊，有卖给越南，也就是卖给越南人，就是在越南干饭店。台币大概它四人越南这边大部分现在公司工厂啊，菜油餐大部分都是四人的，越南的那个土地房子也是属于是四人的。这问题有没有跟人家讲过？
越南共产党国家，共产党国家，但是现在土地或者房子、公司大部分都是私人的，属于是什么啊？属于是那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嘛。但是改革开放的话，大部分现在就是私人。啊，对，台湾人的话哈，或者外国人来越南这边呢，就是只能住的，首先有50年、70年、90年，像大陆那边买土地一样，像大陆一样。如果是外国人，越南人，我们买土地的话，就是永远终身给后代的，啊，自由买卖永远终身的，对。也是谈到土地房子，哪个来讲啊？这几天呢，今天第三天，各位有看出来越南这边的房子是怎么样呢？小小苗条，长得像越南人一样，对不对？啊、嗯，为什么越南这边盖的房子呢？前面各位有看到法国殖民地越南这边时间大概100年左右，从18。Hello。不要紧，加减甜。哎，没有龙眼啊！啊，我都超工要。你讲嘛，你先建立，他说传相片，复杂就复杂，先建立在教宗20章一直进行。看那样。哎呀，阿郎，你买这啊？钱哪里涨？没听帅哥啊？哎。我们国家的土叫做啥？阿弟嘛，他阿咧。叫做。还用别他咧，用他咧。啊？我们是要现泡的，现泡。那讲老的了。下面红。然后这个可以养老，加热。哈哈哈哈哈。那是。哦。这不是36条。这里算什么？啊，南瓜跟莲子。哎呀，什么口味？吃什么？36条果蟹，黄剑湖，黄剑湖旁边，那边有看到的没？哦，这里就是36。黄水湖水的意思。太咸了，那个是我们的小厨房的糖水跟那边卤，很像喝的咖啡喝茶，喝什么口味自己放，放多还是放少，我们自己放。那个冰糖会来啊，不冰糖。那个酱油太咸了。那你爽变了。他
到时候会有好喝啊，那我等到回来再看。我先给投资，我工作忙，我懂了。桥。
这家呢，伊嘛不爱出去外国吼。什么出去外国？台湾呢，伊做啊。你出去外国爱钱呢？敢有再落去呀？不是啦，去外国打工嘛，就像咧，我咧笑笑。你打工遐简单哦？我难嘛。对啊。啊，敢有遐侪人要爱？不是啦，敢有遐侪人要爱？有遐侪人要爱你，真个，啊无因个无爱，因真爱哦，排队。这个虞美人遐讲乱，什么什么啊？对啊，你迄个嘛是越南的番吼。哦，哦，伊啊唱歌咧，足好个咧无。哦，嘿啊，哎、一年哦，伊一年哦。那唔是越南的，一年。乱咧，乱咁。下午。เดี๋ยวมันโทรเข้าหมดไปก็ตามหมดจำเลยหมดท้ายบ้านเดี๋ยวฮะนี่ไปเดี๋ยวอีกี่ล้านหมดท้ายบ้านเดี๋ยวฮะเนี่ยที่ตัวชื่อหมดจำนั่นแหละบุ้งโทรเข้างูอ่ะนั่นแหละนั่งโทรเข้ามาก็เมื่อยงี้ถึงแล้วจะตั้งใจมาเลยจะตั้งใจเมื่อยงี้ถึงแล้วเมื่อยงี้ถึงแล้วอีกโทรเข้าเงินเนี่ยต้องงานไหมจำดิกดได้ไหมเจ้าหนูจ้าได้ไหมเจ้าหนูจ้าได้ไหมเจ้าหนูจ้าได้ไหมเจ้าหนูôi chết rồi trong kia em giờ khác cái gì thì mình em là có cái gì chỉ vậy trong kia cái gì ơi cái này của anh thế này ơi cách của em bảo là một cái nhìn xa và ba cái nhìn gần đấy cái gì chỉ cô lại rồi thế thì mà em không muốn đi chợ không muốn đi đâu à ngô cái bắt nhà mà con bắt con này giống rồi nó lừa một cách ngoạn mục luôn anh ở trong nhà nó còn giống nữa trong tổ Xuân Thảo cái này nếu mà con người ra là lúc con máu lên thì cái gì đâu có thể làm mà cái gì làm được là cái làm được là làm mới cái làm mà mới cái làm mà
mất người luôn, giết cả chồng. Đúng vậy. Em cũng nhìn thấy ở vô tình với cả. Đúng. Mấy bằng nhiêu nè này, mấy bằng mỏ. Mẹ, bùi lắm, bùi, anh kìa. Bia, bia không? Mèo mèo. Bia, bia không? 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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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a này. À, thế nào chắc gọi không được. Bố thì lỗi chim rồi. Chắc thì lỗi kì đi cả. Bố này. Nó ổ hay là bố cha chết tìm nó khai xe. Không phải ông chết tìm nó khi nó đi bại. Chết tìm nó khi nó đi bại. And I'll be the right day. I could be a hang. In Jagan, Jabang. I listen. Some queer. Oh, I'm not sure. Yeah. I'm not sure. I'm not sure. You're not going to be a